Hello，铁官，Hello，铁官。哎，各位，迟咗少少，唔好意思，因为有啲技术上嘅问题要解决，其实唔我好哋意思。每次咧都有不过我技都术话，上嘅问题，同埋咧我都有客人嘅问题，例如咧佢哋10:08嘅时候咧。提一提大家，系10:30要清場噶，OK？但系咧10:08嘅時候咧，就我哋飲埋最尾嗰支酒，同埋食埋個蛋糕先咁樣樣。跟住咧，我塊面已經青咗，跟住就點講好咧？咁我就話我哋嗰個咧堪稱黑白無常合體嘅嗰個專業技術人員咧，即將上到嚟噶啦。佢係歐雲使者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唔好喺度啊！知唔知啊？一見到佢就冇命噶啦，咁係咯。我会翻嚟嘅，18月尾翻嚟咧，我会喺现场嗰度同你好斯文咁样赶客，咧，同佢饮埋嗰啲酒。唔系啊！我直情我谂啊，不如你存喺度先啦，支酒，我下次俾你饮埋佢嗰啲咧。个蛋糕下年生日先食啊，不如咁样啦，系啦，系啦，都得噶嘛，都系蛋糕嚟嘅啫有办嘛。法嘅，我有办法嘅，你而家有计我有办法啦。嘅，好啊，嗱，咁有我哋计今日嘅，咧不过系次官同我嘅。系两个人嘅禁室，咁跟住硬台脚啊！系啦，我哋喺度撑台脚，但系跟住呢啲人呢，你知啦，网台啲人呢，就会话：你哋呢，就有私怨，你哋呢，就逼走咗 Jolene 系嘛？系咪咁谂嘢嘅呢？你系哋咩？唔会，我哋唔会公器私用嘅，唔系嗰啲人，大部分都公器私用，但系我哋咧真系好以此为戒啊，唔系。会嘅，我哋冇咩私怨噶噃，咁我边有私怨咧？个个都冇私怨，但系咧啱就啱，唔啱就唔讲咯，冇所谓，系啊，系嘛，啱咪一齐系做，嘛，唔啱咪大唔家唔做好，咯，系嘛？系咯。咁冇唔会错啦，我即哋系，好多人嚟又来，系啦，又来又往，好多人啦系啊，个都冇私怨嘅，同有啲人埋。嘅丑陋，有啲人嘅丑陋面咧，我哋会揭穿，但系咧都看啊，睇下将个丑陋面揭穿到咩嘢地步啦。仲有咧，我哋仲有个原则就系、是、有关系到香港呢、这个本土利益嘅。我哋一定會揭穿佢，一陣我哋大家就揭穿香港近來呢、这個禮拜發生好多事，呢事咧都好多咧語言藝術，好多嘢咧係真係睇唔過眼，但係好多人又唔明個邏輯點解係錯咧，一陣我哋會講講，好嘛？好啊。咁我哋今日點解係得我同次官兩個人呢？咁呢一個傳說中會唔會俾？其他啲網台話唔係網台，嗰啲網台呢話我哋又係逼走咗 Jolene 呢。咁樣。咁呢，我哋呢度，我哋而家開下股啦。咁呢，其實就係咩呢？就係呢 Jolene 呢，佢聽日啦，朝頭早9:00，佢就會飛去歐洲啊，去歐洲呢，去玩一個月嘅，係聽咗係一個月。做咩事？做咩事？唔使驚，唔使驚，媽咪喺度。係啦，玩一個月啊！咁嗰一個月裡面呢，佢就會呢完全忘卻香港噶啦。OK，佢唔愛我哋啦，係啦，佢唔愛我，唔愛次官啊，唔愛我哋，唔愛翻嚟噶，唔知一定会啊，唉，翻嚟，話就話佢一個月咯，唔知翻唔翻啊，唉，好慘啦，好慘啦，baby 啊，你嘅 Auntie 佢 Jolene 一要个你人啦。翻嚟翻去，佢一个人唔翻嚟香港喺欧洲做乜鬼啫？个人你又知人哋一个人啊？次官你啊真系趣智，系咪啊？我谂佢系一个人咯，点我会谂咧？人哋咁嘅，靓女，人哋之前有一集咧，好唔小唉，心地咧露咗个样俾人见到啊！上一集系咩节目啊？啊，喺镜嗰度啊，系啊，系咪禁室啊？都系，不就好模吓，糊，好模糊系禁嘅，室啊，就系睇禁唔室。清楚，模糊嘅，好系多人禁好室嚟眼嘅，利见到嘅，我都话我唔讲大话，我话佢靓女系真噶嘛，系咪？系咪啊？40秒嘅时我候系咪相啊？信你嘅，系咯，我跟住咪咧。佢一定系肥妹啊，佢一定系猪扒嚟嘅，梗唔系啦。有个人咧就话咧，话我哋喺度整蛊做怪，其实嗰个女王嚟嘅，扮两把声，你个邓寄陈咩咁靓？咁总之咧，呢、這个
我哋呢个呢，走去游山玩水，成个月唔翻香港嘅做 lean 咧，咁咧一个月之后咧，如无意外佢就会翻嚟噶啦，咁样，咁咧佢而家都可能听紧我咧讲句坏话嘅，不过，唔会唔会，你冇讲佢坏话，你赞紧佢添。祝佢但咧系咧小，系啦，快但啲翻小啦。弟咧就真系要告假2个礼拜啦，你哋两个因做乜为嘢咁下对礼拜我咧啊？我就要同我太座咧去花地马。系你知道潮汕咧，你哋喎，嗰啲乡下，潮系汕啊，你喎，哋啲乡下人咧，系啊，翻你哋乡下，又即系翻佢嘅乡下。系葡萄牙。翻佢系啦，佢我谂佢应该未去过喂，花嘅。咁诶，地但系马咧，嘅圣母显灵事件，次官，你不如讲两嘴，我哋倾下。佢哋喺天主教呢个中文译咧，佢就唔用显灵嘅，系，就显现啊，哦用，OK，显现呢个字眼。咁啊，因为咧显灵或者显圣咧，都有有其他嘅意味喺度，顯現咧就好中立，係咪啊？中立啲嘅描寫。咁啊，事緣100年前咧，就有3位咧，當時細蚊仔。花地瑪嚟嘅。咁啊，一個由4歲到10歲不等。咁呢個三牧童嘅冇，兩女一男咧，就當日咧聲稱自己咧。就喺个山洞度见到圣母系玛利细路亚，仔嚟噶嘛？三个都系细三蚊个仔，都系木细蚊仔嚟嘅，好系，可爱嘅。咁诶，最重要咧系一样嘢，当时咧嘅教会咧，佢哋嘅主任嘅神父咧系唔相信呢件事嘅。咁咧经过多方质问。咁你知道咧？呢班童咧就未受過教育嘅噃，系，佢哋咧都係唔即系識佢哋唔字使嘅，做 TSA 啊、BCA，唔使日日操嘅，冇嘅冇所以冇就好撚必得考闲笔咁样试，样咧，就喺个山窿度咧见到圣母啦，咁样。系咁咧。當然咧，佢哋愛嚟謀生嘅啦，有啲人俾翻啲錢佢牧羊啦，係嘛？咁但係咧經過幾次嘅嚴格。問訊之後咧，冇落營，冇話下營球，冇。但係咧，都未佢哋有嗰都个年講翻佢哋代。真係見到，嗱，如果嗰个年代系而係啦。家个年代咧，即刻做 Facebook Live，怼个咪过去问阿圣母有咩讲，咁样样系咪啊？係啊，咁仲有咧，驳佢咪。佢哋當然咧，佢講完之後咧，咁啲人開始慢慢相信。咁於是乎咧，就有佢嘅顯靈顯現咧，就不斷嚟啦。咁佢嘅顯現咧，係講咗聽聞咧，就講咗3個預言出嚟。喂，次咁官，我听个版本呢，好似系第一次就冇乜人嘅，第二次係呢，啊，每人噶，系第二次呢就係啊。可能有啲人都唔记得啦，但第三次呢系好很多人嘅，系塞佢嗌，因为件系事七全，万人，系啊系，我自己都慢嘅，7万人系呢，啊，集体幻七觉地，万人以上，系啦，集体地见到圣母显灵嘅，显现，明唔明？唔系，对唔住啊，女王我要纠正系，我讲错呢个咗，讲法，系。系讲错咗，系七万人咧，当日咧系去到呢、这个现场，因为佢见到嘛。咁七百人一等咗好耐，人都見唔到嘅。但係咧，呢3位見到嘅小牧童咧，佢哋話仍然見到，仲喺呢個樹上高個嗰度見到。但係咧，當日咧有人話咧呢個顯現咧有神蹟，譬如咧有太陽遮住咗個雲，有6個月大啦，大家咧好快脆咧就天都好翻晒啦，即係之類啦啲自然現象我就比較懷疑啲，但係咧事實上係七萬人咧，好好希望見到聖母，但係咧都好失望。3個預言咧，後來咧都靈嘅噃，其但中咧仲有一个第未三個开咧噶嘛？好似講，话系嘛？係有一個咧未開嗰個咧，卒之都開埋啦，开埋啦咩？開埋啦，讲咩啊？開埋啦。
讲咧就系教宗咧会被行刑，哦，即咁行你呢刺，个咧系啦，预食身亡。即行刺，系哦，冇亡已冇身亡，我但冇事身实亡。上真系冇身亡，佢真系喺人哋喂，但射系个俾人枪。行刺，话教宗会俾人行刺嗰个咧，就系教宗若望保禄啊嘛，系咪？系但系啦，嗰个系好啊。似系第二个预言嚟嘅，唔系咩？如果咁样咧，有一个咧就话，嗱、这个呢个咧，我要翻即查查书咧，至可以同大家交代。有一个记得啲咧，就系、是、一次世界大战系会好快脆完啦，因为嗰阵时佢哋喺西班牙咧就有内战，内战咧佛朗哥开始咧就得势。咁但系咧喺嗰阵时咧，好多人咧都好希望内战同埋一战咧系快啲完结。咁卒之咧唔系因为打赢打输完结喎，系因为咧流感啊，或者知呢个好，因为上天要求佢哋快啲停战咧，一战嘅完结咧系因为战壕上佢哋嗰时打仗咧地噶嘛。藏住個人喺度，搏住把槍噶嘛。咁但係嗰個年代咧，喺戰壕咧最容易傳染流梗感。系啦，有啲人死咗，佢咁又冇咧，幫佢埋，又唔係鮮啦，絲，又唔剩，咁啊就咁喺度堆，跟係住啊，就冇錯，呢嘔，個跟住啲屍水啊飆出嚟，跟住蛆蟲喺度嘔，食佢啲肉，啲烏蠅啊飛埋去，跟住周圍飛咁樣，中晒招，係啊，哎呀，總之係咪維好傳生神啊？環形境容得，咧好惡劣，好係。系你講得出口咁靚嘅女仔講得出口嘅，我都聽見我都打冷震。咁 打乞嗤嚟，事實上咧，係真係咧呢、這個流感咧係死好多人，死嘅人咧啲人咧估計啊係會多過喺戰場上陣亡嘅人添。咁卒之咧，你知道流感好得意嘅，流感話嚟就嚟，話去就去喎，大家唔明嘅喎，即係等於香港嗰時嗰啲非典沙士一樣。唔知點解嚟，又唔知點解去。嗱，知點解嚟，因為喺廣州，但係點樣去咧，穿山就甲真噶係大家嘛？唔知。係有啲人咁講，話食咗啲野味，唔穿應山該食甲嘅定野系另外味。嗰只叫咩咧？嗰只叫果子狸啊，果子狸。係好多人講唔同嘅，但係咧，但係因為佢係一種非典型性，冇藥醫啊，即係大家都未曾經驗過呢一種咁樣嘅非典型肺炎，戇鳩都所以冇咧藥香醫港死咗嘅。接近啊，廣州好多，但系咧隱瞞住，大唔家系啊，都唔似乎知，我话戇鳩都冇即藥食醫一啊。兩個。係啊，當然啦，最陰公咧，最陰公啊，就係咧多倫多啊，但系关多伦多咩事？多倫多都飛咗嚟，係啊，多倫多佢因為有啲飛翻嚟咧，傳染咗，咁啊係有一個菲律賓嘅。佢源頭咧，一個菲律賓嘅死亡，呢個死亡之後咧，咁咧佢咧就出殯嘅時候，多數喺殯儀館咧就設靈啊，即係唔會話香港嗰啲靚好靚，譬如好靜嘅。咁咧通常嗰啲禮節咧，佢就去喺個屍體上高咧親吻一下，或者喺個棺木嗰度親吻下，點知嗨嘢？嗨嘢之后咧，一个就传一个，咁啊卒之咧，呢、这个真系事实嚟噶，真系有医生走佬啊！有一个咧，唔好讲咩籍贯啦，总之系佢亚洲籍贯嘅医生咧走咗佬。我都相信系嘅。咁啊，但系咧卒后卒之又系后来咧不了了之啦，即系佢嗰个传播咧，亦系咧好快脆冚咗。即系冇咗，但系嗰阵时咧，我记得我喺多伦多系好惨嘅。点解咧？我阿妈咧去做呢个白内障手术啦，要入医院，即系做咗就屋沙企士嗰排噶做啦，内外停喺嗰段时候做。咁你入去医院之前咧，要经过一个帐幕，先入你医院之前要帐幕，帐幕咧问你好多问题唔系撒净咩？帮你，你全部喷晒消毒药嘅。水。问咗好多问题，问咗好多问题之后咧，就每一张病床只准一个人入去，拎啲入去之后咧，入咗去之后咧，
仲要經過第二關，就係、是、消毒，即係佢就唔係話灑啲嘢落嚟，咪澳洲入境咁樣淨化你，而係咧好多嘢要你洗手啊，要你洗面啊，要戴口罩啊，好多預防措施。咁然後至入到正式嘅醫院，咁咧當年咧真係咧草木驚心嘅。喺多人多船，当年喺香港咧，我翻嗰阵时打紧工噶嘛，我翻工咧朝头早咧最 Q 多人嗰啲塞车时段啦，八点几嗰啲啦。平时咧你系咧真系逼到咧，即系我啱啱最近睇咗一个日本嘅 post 咧，就话日本地铁有几逼咧，就系、是、一个包啊，逼完一程车之后变咗纸咁薄，咁咧。你香港都唔嘢少噶嘛，哎、即系你又系袋咗个包，佢未必纸咁薄啦，但系绝对会即系扁平啦。OK， 咁咧，但系咧嗰阵时咧沙士，我记得咧就系咧喺个车厢度有人咳咗两下，即系咁样嗰啲咧，成架车唰散晒，唔见晒，下一个站即刻啲人冲走晒，一走走晒，全部走晒，一个也不留啊！真系。哦，我记得咧，我记得我学校咧，听闻咧系啲先生咧，啲老师啊，要戴口罩嘅。嗯。咁啊，学生戴口罩，我而家都唔系好明戴口罩点讲书咧，点讲得到出声？你戴口罩听书就得，就好似点讲到书咧？戴咗口罩之后，黐个咪喺口罩出边得唔得噶啦？就未试过。嗯。但系咧，我翻去电台咧就好多手续啦，每一个麦咧上高咧有一个即用即弃嘅胶袋，或者系沙袋，系咁咧一定哦，我哋去唱 K 我哋都见到嘅，套上去先，麦套有带套，全部带套，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好多设施啊，即系消毒药水啊，消毒嘅抹台布啊，好多。你之前咧就抹过晒，清过晒，咁然后咧你走之后咧又清一次，又抹一次，咁唔系，然后咧即系你就算感染咧，你都系自己感染自己咯，因为已经唔会有人同你有任何嘅拉筋。系啊系啊，但系咧最结咧就系我有个朋友，佢个亲戚咧，就感染就相当大啦，佢隔离医院。越隔離嘅醫院咧，係見唔到探佢嘅親戚朋友噶。係，佢哋能夠咧喺透過電子啊嘅通訊，或者帶嗰個電子嘅喺電視嘅機，即係睇電視用 video 咧嚟呢個度可以傾嘢。咁、那個人係見唔到真人嘅。係因為咧佢直情就驚住咧，連嗰啲护士啊、医生啊、阿嫲啊，全部咧都感染，有死咗啦！我哋知道嗰几个医生都系嗨嘢啦，阴公啊，个谢医生即系廿几岁人女仔啊，這個、呢个咧讲翻咧都好惊心啊！系，但系咧瘟疫咧自古以嚟咧就系、是、呢、這个。即係點講啊？大地啊，解決人口過剩嘅一個方法，亦都係香港自然方法。係啦，同埋仲要係咩喎？係解決呢一個香港樓價過高嘅最有效方法。一個自然方法。係啊係啊，有用過曬你啲咩雙辣椒啊，加利得水，加乜都冇差用。最緊要咧就嚟一鑊咁樣嘅嘢咧，即刻樓價跌一半，跟大家就自然有望啦。系啊，嗰阵时真系即系全城咧都系恐慌。咁其实咧而家咧你讲嗰个灾祸咧，而家咧我都觉得咧人为灾祸都开始啦。即系最近咧呢啲唔理性嘅说法咧都好得人惊啊。星期三咧你哋做嗰个节目都有讲过啦，呢个大龙凤。系。阿顶门啊，阿顶门大阿顶爷啊，佢都顶唔捻顺喎，佢自己都，佢都顶唔捻住啦，俾佢。最新消息就系佢前两日咧就已经辞去咗呢、這个委员会，即系调
查委员会个副主席，佢唔去啦，做啦。咁呢个咧早第二日咯，系咪啊？咧相当之即系唔合逻辑，同埋咧完全咧唔合我哋印象感受嗰个。因为佢话咧，有佢冇记者犯法。有你有讲，记你者讲先。问佢就话咧。啊，呢單嘢咧，即係應該即係意思就話唔係好恰當啦，咁樣個記者講，跟住佢就話啊冇啊，平時呢個控方同埋辯方都會交換證據啊，跟住大家睇大家嘅 witness statement 嗰啲啦，跟住呢個時候記者話，但係你陪審員喎、啊，咁樣咯，一個就係喎，即刻唔出聲，即係陪審員，你係主控，你係主控喎、啊。系喎、啊，你係法官嚟嘅喎，唔係你係陪審員嚟嘅喎，你唔應該插把嘴落去嘅喎，咁樣咯，係啦、啊，冇錯，啊、你應該接觸嗰啲嘢添啊，因為咁啊接觸你，你咪有 bias 啊，有偏見啦、啊。嗱、啊，即係講真，呢一句説話 lock out 啊，一句説話就打殘啦。次官啊，老實講，有冇 bias？ 我哋梗係預咗有㗎啦。喂，大佬，你謝偉俊加埋你大佬啊，即係阿頂爺，咁你哋實係 bias 到唔 bias 㗎啦。咁但係你細估唔到咧，係可以巴閉到咧，係我 instruct 你點樣查我咯。嗱、啊，即係你嚟抄我家，咁但我就話俾你聽，你可以去抄我個廚房嗰個爐頭下面嗰度，你揾到幾多就我成副身家嚟嘅。屌，即係你冇人信咧，講真，點解我唔係抄你個夾萬，或者你床下底嗰個曲奇餅碎、曲奇餅罐啊、月餅罐裡面係幾多錢呢咁樣咯。嗱，我咧就另我咧就從另外一個講法講嘅。譬如咧，中國人咧有一句説話叫瓜田李下。係。瓜田李下咧，就是、一個咧中國人咧，好謹慎處理一啲咁樣嘅情況。嗯。即使啊係有一啲所謂瓜田李下之嫌咧，嗰、那個人都唔會去做嘅。嗯。當然佢未去偷個瓜，佢未去摘個李，但係咧，你喺瓜田李下有啲舉動咧，你綁鞋帶。或者咧，你係摸下自己個頭殼頂嗰、那個嗰頂帽，嗯，好容易人感覺你係有不軌嘅行為啦。係做乜嘢要瓜田李下咧？就因為咧，你要特別謹慎小心去處理呢啲咁樣嘅涉嫌。普通人冇所謂喎，嗯，但係咧，因為你係負責監督。香港政府的機構裏面的要員，你又是識得這個法律的大狀，同時呢剛剛是這個委員會的副主席添，還是這個建制派裏面的派系裏面的重要人員，這些涵蘭的身份個身份咧，應該珍惜自己呢個身份咧，唔能夠話喺瓜田李下之嫌咧裏邊喺專登做一啲嘢出。而家仲結咧就係佢真係有做喎、啊，梁振英承認佢有做喎、啊，而佢話佢係完全冇犯法冇違規。呢、這個世界唔係違規犯法，因為法律係寫唔曬嘅，好多嘢係要自己。自律尊重自己的身份而去做的。嗯哼。这些东西呢是应该在他这么大的人在这个身份上高呢应该自己知道怎样才叫合适叫 appropriate。嗯。即是等于煲胎。煲胎我不同情他因为他做了三十几四十年官。一定知道原来这样做。不恰当的。嗯。个六千蚊咁大嘅房，咁大嘅 apartment， 人哋俾咁多钱嚟装修，呢样嘢如果系冇瓜田李下之嫌咧，我就唔信啦。所以咧，后来佢都得到一个合理嘅惩罚。嗯哼。系咪啊？即系等于咧，而家 CY 最大嘅问题唔系喺。他有没有利益的冲突那里而是他收到这笔钱的时候五千万我大哥大姐五千万呢好好使啊不情报嗯是啊
唔情报啊，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唔系话你有冇因为呢笔钱而偏帮某一啲，呢个唔系最大问题，可能系 prove 唔到嘅，但系你接受情报，你本分你应该情报，呢个就系个关键问题。所以好多人咧就将佢咧蛇尾啊，我哋成日讲话蛇尾要屙尿咁，蛇尾咗第度，将嗰件事咧讲到好似有理由咁样。尤其咧，我最乞人憎就系有班咧应声虫，都冇独立思考，人哋话咁，佢又话咁啦。于是乎咧，嗰种护短咧，唉，真系咧睇见啊眼火爆，喂，其实咧，似乎系你头嘛？先讲，你话咧有冇罪咧？嗰啲吓，即系审么出嚟啊？咁啊，未必证明到。喂，咁大佬，但系而家问题就系你连审都未审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而系家，啊，因冇为错。你喂，我嚟审你，有咩理由系你教我点样审你？咁你不如教个官点样判啦，啱唔啱啊？即系香港系系啊。咪仲有三权分立咧？其实即系你立法会每次话要引用权力及特权法，都已经引用唔到噶啦，因为嗰一扎保皇嘅畜生系一定会拦住噶嘛。咁你今次终于可以查啦，喂，咁你咪正经？喂，哎，好翻啦。而家我哋系咪又重新上线？系咪重新又有个 live？听众们，你们在吗？你们还在吗？啊，见到啦，有哎，啦，继有啦。续听啦，哎，未讲完嘅，啱啱讲到兴合合啊！系咯，啱啱先热身完，我哋喺沙圈度跑完一轮，系咪先？而家先落赛道，点样知又断咗啦？真系，都唔生性。哎，系啦，好，我哋继续下一节不过听咧，众。嗰啖火咧仲未熄嘅，仲喺度。系，点嚟。解咧？因为我觉得咧，即系盲目咁样去护短，我哋讲紧嗱，我即系提一提翻啲听众，我哋唔讲紧啲咩先？讲一句大非嘅说话咧，好啊。Sorry 啊，我哋头先又讲紧咧阿顶爷啦，同埋咧呢个689啦，同埋呢个到底系唔系 OK 咧？即系嗱，而家即系检方同埋即系控方同埋辩方两面，大家交换证据啊，同埋大家嘅陈词啫，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原来咦，似乎唔系好多妥，咁点解唔妥咧？咁我哋就讲紧啦，话咧，你讲紧咧，呢个控方辩方咧，当然佢唔喺法庭上，佢喺立法会呢个调查嘅情况底下，但系咧，大家唔好忘记一个身份喎，就系咧立法会同埋个立法会嘅委员，同埋订立呢、这个去聆讯呢个会呢个委员会有一个好神圣嘅责任。系去監察政府啊。呢個政府喎，呢個係寫明喺呢個基本法好清楚寫明，立法會有一個權力同埋一個責任。點解無論你點樣選出嚟嘅，無論係用任何方式選出嚟嘅，或者你係保皇黨，或者你係所謂泛民，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去監督、監察緊個社會，係為咗香港社會嘅公眾利益嚟去工作嘅。剛才想問翻阿周鼎，究竟佢而家呢個做法係唔係一個監察公道公正嘅做法呢？其实次官更佢加应该自问嘅己问問翻题自己咧，都知㗎啦。系啦，应该更加要问嘅问题就系周鼎鼎嘅选民咧，到底系咪选佢入去咧？系去帮助个政府为所欲系为，相反而唔系去监察政府为民咧请命或者为民谋福祉啊？而家系咪你啊，系，调转就系你嘅票系投俾一个人，系去帮689佢一家人？可以代嗰5000万而代代平安，系唔啊，需要面对任何嘅刑责咧，咁样。系，虽然而家未有一个答案，但系咧，又系一个公正嘅调查、公正嘅问讯啊嘛，嘅聆讯啊嘛，而呢件事。如果依照689嘅講法咧，完全係唔需要交代嘅話咧，咁咧香港人咧係唔憤氣嘅，係冇理由會白白放過嘅。咁而家咧喺呢個問訊嘅裏邊咧，係
大家有個同心，有個全香港700多萬人都有個心，就是希望得到真相啊嘛。係啊。嗱，真相之後咧，政府點樣處理係另外一個問題，但係一定要希望得到真相。嗱，呢個咧係一個大家700多萬人，包括保皇黨，其實個心裏頭都希望得到一個真相。我講，我咁擔保話俾大家聽，就係連北京。都希望得到真相。是。那么如果任何都可以或者做了一些程序上的不公道，成日讲话程序的公义，这个程序如何得到公义呢？正话看到整件事的发生，这个就是程序不公义了。那么以前咧就成日講話我程序公義喎，我點解唔發牌俾王維基呢？就因為咧我有好多問題唔講得俾你聽，但係我可以保證大家係程序公義嗰陣時係咁講嘅。但係而家咧就啱啱協助緊，想個將個情義不程序不公義，咁呢個咧係咪自己打翻自己嘴巴呢？是不是就是整个香港的转捩点，可以将香港在20年的时候贡献一个这么丑样的礼物呢？喂，同埋呢个真的很丑怪的礼物嚟噶喎。其实很简单啫嘛，即系就我谂再南斯啊，或者再爱国嗰啲啊，你很简单就是问一个问题。咁如果你犯咗事咧，会唔会阿差人 CID 阿 Sir 问你意见，应该点样查你啊？你有冇 say 先？点样做？系啦，即系你教佢点查案，点查你咁样。正如我头先个例子就系话，好啦，而家贪污抄家啦，包括当日啦吓，以逝去嘅徐才厚咁计，佢可唔可以同公安讲话嗱？你只可以守我屋企咧车库车房个位置吓、啊，你就唔好入我间屋嘅大厅，你更加唔好入我上房。你唔好去我地窖喎，因為我地窖裏面全部都係法國名牌紅酒，名貴嘅紅酒，可唔可以先？即係有冇個自主性？點解可以一個調查委員會嘅主席同埋個副主席咧，都係會受到被調查者啊嘅指示，去話我應該點樣受到個調查呢？嗱，你任何一个人，系啦，你任何一个人，你点样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人又好，或者你点样嘅杰出青年都好啦。你今时今日，如果大家例事，你揸车，你饮醉酒，你撞死咗人，你可唔可以叫个阿 Sir 唔好吹波波？可唔可以同佢讲话啊？你总之咧就系我揸架车出去，我其实唔小心揩到个栏啫，我冇撞到佢，但系佢见到吓亲死咗咁样，得唔得先？喂，你偏你做，系咪先？喂，真系少林足球嚟嘅喎，呢单嘢，即系球员又系你嘅，球证又系你嘅，啲龙门又系你嘅，屌，即系乜都系你嘅喎，真系，系咯，乜都系你，系咯，系啊，咁咧，咁呢样嘢咧就呢样嘢咧，佢知唔知道咧，系惹起咗公愤。香中文成日讲咧就话千夫所指就不疾而死啊，都唔使生病就死得噶啦，系。而家咧真係咧千夫所指，因為咧香港無論佢係等閒嘅人，或者佢唔想管想知道咁多政治人，都會覺得咧今次咧係離曬大旗、離曬大譜。係咁啊，離曬大譜咧，仲有一樣嘢咧，使到咧我哋人市民好唔不忿嘅，就係咧。司官，你等等先，我好快回應一個聽眾，好快。稍等，我好快，唔好意思打断你啊！啱啱咧，阿 Ben Sen 咧就留言咧，就话可唔可以专心做节目，唔好玩猫、玩电话、玩花 ？OK， 咁我答你啦吓 ，OK， 咁咧其实咧系可以，不过我唔会睬你，原因系咩呢？因为咧，其实我摆个花咧，系等到咧个色温咧。会相对正常嗱，依啲咧其实你唔会识嘅，因为你唔系做节目嘅，你唔会明嘅。但系我会明嘅，因为有阵时睇翻之前咁多集咧，有阵时我好似黄疸咁嘅 ，OK， 好似我啱啱出世啲 BB 咧要照灯咁样咧，我就系咁啦 ，OK， 或者系甲型肝炎、乙型肝炎 ，whatever 肝炎就系末期死嗰啲咧，好 Q 黄嘅。咁样所以咧，我就要摆一个白色嘅花咧，同埋着啲相对浅色啲嘅衫咧，去校翻个色温。咁如果你唔明白，我而家解到你明啦 ，OK。第二样嘢唔好玩电话，阿哥，如果我唔玩电话。话嘅话咧，我就睇唔到啱啱其实点咗事嘅。吓，
咩啊？系啊，唔咁啊点知咧？亦对于呢啲听众，我系需要点招知呼你而下家佢信噶。得到咧？吓，试过你俾我招呼佢啊，我佢俾心唔机招呼佢。系玩电话系有用嘅。阿哥啊，咁当然咧，听众咧俾嘅意见咧，系，我哋都讲，嗯。冇所谓嘅，你咪俾意见啦。但系咧，我哋有责任咪解释翻你听啦。即系我要俾系你啊，知好道啊，咧，咁啊我。呢啲唔系叫玩电话，因为我要睇你哋嘅留言，譬如你有啲嘢要补充，我哋讲错啲乜嘢，去提醒我哋，你有咩要问，包括断咗线咧，我哋系唔知噶，因为我哋好专心咁做紧节系目噶啊，嘛，系咪？但系如果我哋见到留言，系你话我哋断咗线而唔止一个人咁样讲咧，咁我哋先会知，例如啱啱发生嘅咋，OK？第三唔好玩猫，系啊，阿冇哥，错啦，我屋系企嚟嘅呢个。哦，呢啲系我啲猫嚟噶，系呢咪个我哋嘅猫节咧？目其嚟实咧，噶，嗰个系咪玩猫咧？系。定系咧，嗰个猫走嚟，你喺你面前，你点样使到嗰个猫咧？安排佢一个安定咧，嗯，哇！喂，女王，好系。彩你嗰个唔系仔。吓。如果你个 BB 仔咧，要你喂奶咧，我睇你都几尴尬啊！哦，即系唔系讲咯噃？咁我讲讲咧，最大嘅猛整咧，系，就系喺原来系唔讲大是大非啦。我记得咧，梁淑仪咧。都係保皇黨之一嚟㗎啦，嗰陣時講句説話啦，我喺 Facebook 睇到嘅。系。如果CY 係冇問題嘅，做乜怕人去 Exactly，查系人哋咯。知咧？咪任你點做咯？我使乜嘢喺程序上不公義咁樣指揮你點樣去問我咧？係唔需要㗎嘛？咁所以咧。连梁淑仪都讲呢句咁嘅说话咧，我睇咧真系啊，好多人嘅问良心都冇一支支持到呢个咁样样嘅顶爷啊周鼎咧呢个咁样样嘅做法。似嗰乎，日咧我但系问睇题翻系而家直咧，播啊，去到一个位咧，以前你就话瓜田李下之嫌啊，你尽量唔想做嗰啲嘢咧，系会引起都人唔哋能嘅够做，怀疑啊嘛。但系而家系去到一个位就系系都唔 I 得。don't give a shit 啦嘛，即系你咪怀疑到够咁咯，咪死啦！系啦。总之我唔使咁落咧，镬咧就得啦。我做乜嘢？我几咁丑陋？系我几咁咧伸手十只手指落去个煲度抄乱佢？总之我就系要我自己冇事。因为佢知道，如咁果咪调查出嚟咧，譬如梁继昌咁样样啦，佢继续咬住唔放嘅话咧，真系查到有啲乜嘢嘢出嚟咧，佢真系落镬嘅，佢真系扑硬街嘅。你唔使谂住话你唔做特首，你做大湾区区长，系冇得你做噶啦，你坐监啦，扑街咁咯。系，我哋喺而家嚟讲咧，我嘅观感咧，我就未曾得到一个咧合理嘅合法嘅答案，嗯。因未曾审啊，我哋唔作一个咁样嘅揣测先。但系而家呢件嘢嗰个程序嗰个过程系唔公义啊嘛，嗯。而家呢个事实嚟噶嘛，佢自己都承认噶嘛，系曾经接触过阿周鼎啊嘛。系。咁呢个咧系事实，呢、这个唔能够饶恕，亦唔能够好似嗰班好多去保皇党嘅人咧，讲好多道理出嚟咧，去遮蔽或者赦免嘅。呢、这个我哋系有责任督咗出嚟嘅，喂，大佬，如呢、这个果错我得系好紧要噶啦。如果我系被告啊，我可唔可以去联络个法官啊？我可唔可以去冇联可络能陪噶审嘛，员啊？系咪黐冇捻咗可能线嘅。啊？我想问，点解可以咁即啊？系即系你咁真啊！系超然于三，我话咩啊？佢直超然于三权之上都不捻特止啊！佢直情系去到咧，佢系凌驾于佢阿爷咧。中共里面啲官员啊，你谂下，你去到军委主席啊，你去到即系所谓嘅大老虎啊，俾人查嘅时候都真系落镬俾人都唔夠膽查啦，咁樣做你都啦，系冇得啊！天，你都冇得呢叉啲只咧，手落去啦，喂，佢喂真呢個咧，系呢、這個啊，如果你係講上綱上線咧，嗯。我覺得咧呢、這個係明槍明膽去破壞一國兩制。點解咧？一國兩制咧，俾一個好好嘅自由嘅權力，等香港人自治啊嘛，高度自治呢、這個。呢、这個喺一國兩制定立嗰時，回歸20年前係講得好清楚嘅，係相信你有咁嘅能力，
係相信你有咁樣嘅氣魄同埋忠誠度去做一個統治香港。但係如果咁樣做咧，阿周大狀、阿 CY，你係唔係使到我哋大家有個感受，你係已經破壞咗一國兩制，係破壞一國兩制，呢個做好大罪㗎嚇，呢個咧。我做中央咧系不能够饶恕嘅，你系破坏紧一国两制，唔系净系使到香港人对一国两制嘅担心或者系失望，而系对全中国人民都有呢个担心。嗱，仲志官，有个对面，仲有个我真系冇你咁好啦，我就唔理咧邻近地区嗰啲个14亿人民嘅，我唔系好理嘅，讲真。但系咧，我会理咩咧？就系话，如果我系一个外国嘅投资者，我想喺香港呢一个一国两制啊嘛嘅地方做生意，因为你嘅税又好吸引啦，你又自由港啦，又一啦啦啦一大法堆嘢。律又公道系啦，喂，屌，原来系咁样样噶，即系原来咁咧就真系牙烟系，啦。即系咁原所来以咧，喺睇二十关年系噶，搞镬咁样出嚟咧，系啊，喺20年啊，一回归啊，搞镬咁嘅嘢咧，其实咧系保皇党都真系应该夹埋啊，一齐嚟到去指住呢个人，呢两个人共，即系话。共诛嘅，一齐要诛灭。如果唔系咧，冇可能咧使到一国两制健全。呢、这个咧，所以咧，你净系话冇犯法又冇犯规，这个、呢个咧系讲出嚟笑死人嘅，笑死人啊！而咧呢两个人仲冇一啲后悔嘅迹象，亦情当自己呢样嘢咧系逼你哋班人。衰，因为咧想攻击我，其实唔系净系攻击佢嘅问题，唔系攻击你，而系大是大非嘅问题。即呢系个咧，香志港官，人能我哋够头先都有讲嘅，即系我哋断线之前啦能够。吓，OK，就系话如果你两个人系属于非新民党，而而家俾人查嘅叶刘淑仪咧，你走去讲啲咁嘅嘢咧，我哋会明，因为你系党员，你想保你嘅党主席，OK？但系大佬啊，你哋两个咧，阿谢伟俊，by the way，阿志官啊，你个 friend 当年介绍谢伟俊俾我识噶，叫劲变态呢件事，我想讲俾你听，系，你知边单嘢噶啦，OK？唔好开名啦，跟住咧。系啦，跟住你个 friend 仲要讲我，点解你唔中意佢？我梗系唔中意佢啦，唔好玩。跟住咧，你个 friend 系咪真系玩到咁大？跟住，OK，好啦，谢伟俊同埋呢一个周浩鼎，你哋两个系民选噶嘛？扑你个街，啱唔啱啊？你代表人民，你代表人民去监察政府，你唔好同我讲话。哎呀，我要保住我哋个阿头啊！喂，你个头就嚟落幕，即系就嚟落马噶啦，OK？你嚟紧会有个啱新与嘅阿错，头啊？吓？系啊，有佢有一样嘢比保住佢更重要嘅，就系、是、公义啊嘛。嗱，呢个嘢成日都唔讲，大家都唔提出嚟嘅，呢、这个就系公义啦。公义系无上嘅，佢系最高嘅。咁你如果为咗保持佢而自己乱噏嘢，讲一啲出嚟冇逻辑嘅，想欺骗世人嘅。呢啲咧，自己嘅贱格啦、衰格啦，同埋咧自己冇咗佢自己嗰个人格啦，我都唔知点讲啦。次我官，见到咁样咧，次官，佢我冇见到人咁格，样，我佢有冇句人说格唔话，紧要，佢好彩贱你唔格嫁都唔大紧状要。啊，真系好彩啊！我话嗰两条友咧，贱格唔紧要，冇人格都唔紧要，因为人所周知噶啦，OK？但系问题系你唔好 at 我哋 expenses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唔好攞香港人作为你嘅筹码同埋你嘅赌注啊嘛，因为大佬啊，like I said，我系外国投资者，我即撇啦，屌，我做咩投资你香港啫？我投资新加坡啦，你新加坡虽然就独算啦，裁啊，佢起码仲有法子嘛，扑街，原来香港仲系，捻衰过大陆嘅，大陆都系嗰句咯，喂，你除财口落马嘅时候，俾人拉落马嘅时候。你唔通佢可以同公安讲系点查我？如果得啊，佢而家唔会死 Q 咗啦，喺监狱里面，啱唔啱啊？咁多所谓嘅咩大老虎啊，嗰啲俾人周晒落嚟嘅时候，全部都濑嘢噶，全部都俾人判噶，包括嗰阵时四川唱红打黑嗰条友叫咩名啊？
死啦死啦，薄熙薄熙来来。，exactly。喂，薄熙来同佢老婆怼冧一咗个样英国啫，商人啫嘛，有咩大不了啫？老外系咪系先？啊，有咩死一个咪死一个？问系题啊，系你俾人查啊嘛，你唔俾人查就冇事。阿妈系女人，但你俾人查啦，跟住佢哋啊，OK，大过呢一个香港市长啊，689咁多嘅官啊。即係喺中共眼中啦，喂，點解人哋都照樣俾人查？點解呢個咁嘅細細嘅香港市長可以通知執法機關你要點樣俾人查呢？To 嗰個 your 即 favour 使喎。唔係執法嘅，嗰個係聆聽會咧，係有個自己中立同埋公正嘅任務。呢、這個任務咧，不呢、這個神圣任務咧，係不能夠自己自殘嘅，唔能夠自己毀咗佢嘅。但即使嗰個唔係法庭，嗱呢樣嘢咧，我覺得你應該咧揾咧阿胡大法官咧上嚟俾啲意見啊，睇下佢點樣講。系，我睇真下系阿胡大法官得唔得闲睬我啦。真系兴到咧辣鸡啊！咁另外一个我都好兴嘅咧，就系、是、亦系我朋友嚟嘅呢位胡大壮咧。另外一位胡大壮咧就讲，原来香港回归之后咧，地面同埋水面咧就系、是、香港嘅，地下原来唔系嘅。我俾少少information 資師訊傅，大我家想講一樣嘢啊！咧，就係、是、我好不幸地咧，我即係八字生得歪，我唯有咁講，OK？屌，即係你話印度咧嗰個神業嗰單嘢有冇報道話？阿小姐，你依世人識得賤人特別多嘅喎，咁樣即係謝偉俊同埋胡漢清，屌你咩我都識嘅，即係咧我真係覺得，系，唉，我都识嘅。係啊，我真係想講唔撚識得唔得啊？唔好，我直人生唔好有個污點啊！撲街啊，真係，喂，你見到呢啲咧？当年咧几咁咧，哇！即系好 proud of 自己系英国法律嘅呢、這个，即系你明唔明啊？教出嚟嘅精系英。啦，跟住自己点样 English gentleman 嗰啲咧，屌你咩！今时今日就变捻咗咁样样，即系直情系我人生嘅一大污点。但我想话咧，次官啊，你知唔知咧啲邪恶捻人咧，邪恶老人咧，就同佢哋特别 friend 噶，你知道吗？好哦，呢 friend 个嘅，另外一个咪知道，另外一个问题啦。系。嗱，我又讲讲咧喺加拿大咧嘅情况俾大家知啊。嗱，呢个咧，系咪地下咧就唔属于政府嘅咧？系唔属于嗰个 owner 嘅咧？咁啊，事实上又系喎。嗱，呢个睇法，呢个讲法咩咧？佢话咧，我哋买一笪地，呢笪地咧就 OK 系你嘅，但呢个地下嘅6寸下低咧係國家嘅，點解咧？因為加拿大有石油出噶嘛，你用乜嘢買咗发嗰笪咗，地之後咧，原來下低有石油，咁咪話係你噶，咁唔得嘅喎，係政府嘅，喂，咁你就变咗唔係你 Rockefeller 噶咯，大佬，係啦，咪冇錯。系，嗱，呢個同呢從今日所講嘅地下咧係兩件嘢嚟嘅，因為咧而家我哋講緊香港呢個地方。呢個香港地方咧，全個都係中國嘅。呢、这個一回歸就係噶啦。但係咧，點樣去處理一個咁樣樣嘅地方咧？鄧小平咧就發明咗一個叫一國兩制呢、这個咁嘅制度，即係話咧係中國嘅，但係問題咧係完整地呢、这個地方係交俾香港嘅政府自己去處理嘅。咁啊，即系话咧，地底、海底、领空、天空呢啲系唔会可能地下突然间变咗，而咧地面话海面自系香港呢、这个讲出嚟咧，仲话基本法研究委员会主席，我真系咧拗晒头，服过写个冇服字法啊，子理解啊！写个服字。你有冇理解？你点理解？啊！我嘅理解咪就系系佢嘅，全国都系中国噶嘛，佢好有佢落创意点可咯。能话嗰啲唔系咧？点可能话地底话唔系咧？OK，咁啊呢个咧真系次官，夹硬嚟我喎，帮忙讲得浅显啲好冇？就系咧，如果你喺好加拿啊。大，你买咗块地，地面系你，地底系政府嘅，咁样6寸之下就政府噶啦。
咁咧，因為係你私人對住國家嘛，係咪？即係譬系啊，如冇错你啦，殺系咗人啊，咁樣，唔係受害者家屬去告你嘅，大佬，即係可以嘅。不過係系啊，个 client 告你噶嘛，政府告系你噶啊，嘛，因為你系毀啊，謗國法啦嘛，即係叫做係咪？即係系毀啊，壞國法冇啦吓错。OK，係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哋講緊咧係香港同大陸咧，中國政府咧係兩個一國兩制，我哋係屬於中國嘅一部分。Unfortunately，OK，咁咧，但係咧兩個都係一個即係做咩嚟？係都係一個有獨立行政機關嘅地方，OK？咁系啦，所冇错以你唔啦。會係哦，香港因為係兩制咧，咁所以咧個地底就屬於中國政府。屌，我真想話咧，你包唔包埋一個十殿阎王咧，同埋一個封都咧咁樣嚇？你問下呢、這個即係我哋道家中國啊嘛，自古以嚟我哋嘅道家傳統咧，你問下呢個封都大帝啦、東岳大帝啦，同埋十殿阎王啊，呢、這個同埋佛教嘅嗰、那個即係地藏王菩薩未先嚇？係、咪真係你而家習近平大晒，即係上天下海都係你嘅咧？我世咧就界。我就覺得呢個咧係有一個違反咗呢個認識邏輯啊，最基本邏輯，全個地方地下領空、陸地、海洋都係中國嘅，系，你唔能夠話嗰個只係香港政府管理到，而咧地下香港政府管理唔到啊，咁啊死啦！地下鐵路啊，邊個管好咧？系咯，啊，我哋好多老友。死咗之後要埋落去地下，咁啊系，邊個管呢？係仆咪邊街個申啦，請呢？系啊。係啊，賣嘅電線、賣嘅纜嗰啲纜係邊個呢？咁啊呢樣嘢呢，其實講出嚟呢，就違反咗常識，違反咗真係離地啊！呢、這個唔係講話其他離，呢、這個真係離地，冇人香港人。一般嘅情況底下，識法律嘅冇唔識法律嘅人都冇法子認同阿胡大壯咁講法嘅。呢、這個咧錯，真係一禮橫折曲，講出嚟咧個歪理咧當正常道理，而講到咧咬牙齒，只不過係為梁愛詩講點咧，就不如炸啦，炸 Q 咗佢啦。喂，好啊！咁呢句説話咧。呢句说话咧讲出嚟咧就又系好好笑，使咁多钱嘅嘢系为一地两检咩？系啊。我就唔系有咩理据赞成或者反对一地两检，但系咧我只系觉得咧，而家咁高级嘅人士讲一句说话出嚟，系令到大家咧都笑歪个嘴嘅咧，呢样嘢咧香港呢20年回归系咪真系白费咧？系咪一國兩制都廢咗，可以廢得嘅咧？點樣可以理解到咧？唉，呢、這個真係咧，使到冇法子諗得通啊！有个听众即係咧，使到人。阿 Cat Yellow Cat 咧，佢就问金花娘娘啦，咁样系啦。喂，大佬啊，即系学你话嘅事故，如果你哋有先人撞咗，咁好彩有地俾你土葬嘅话，喂，连条尸都唔系噶咯，副骨都唔系你屋企人噶咯。唔係你管㗎，係系啊，冇啊，錯。你唔好去拜啦，大唔佬，係属香于港政中府，香央港政府噶。如果批咗笪地俾你撞咧，其實如果依啊大狀咁講咧，係違法啊，因為佢要問過中國政府先，系咯。因為個地唔係你，個地權唔係你噶嘛。哇，喂，所有啊，你嗰啲行家咧，好多行家睇風水睇陰宅嗰啲嘢，首先要搞掂咗先，邊個係領土主權先？如果唔係咧，佢話咗係撞呢度香港地啊，喺呢個裏邊，而咧法係唔關香港政府事嘅，你真係申請嘅，唔關事嘅。原來咧係要問過，作為問共和國政府咁咧，你啊死啊，真係都唔知點算。
系啊，但系我都系嗰句咯，即系我好简单嘅啫，即系唔紧要。你话个地底系中国政府嘅，咁你死嘅时候，你要问清楚下边十殿阎王点样判你咯，系咪先？你一定会落去嘅吓，系啦。你就算啊吓，我咁讲啊，你咧火化咗，俾你啲家人咧撒到一街都系咧，咩撒落公园啊，撒落海嗰啲咧，你都可能啊，俾人话你污染环境噶，系咪？会有机有知噶，系咪啊？唉，所以咧，如果20年啦，即系你而家7月1号嚟紧20年，如果回归20年，人嘅退步系退步到咁样咧，呢两个 case 咧，阿女王，系，即系大家咧，即系只有即系讲唔出咁伤心。真系呢个咁样样嘅回归咧，个意义完全败喺呢班人手上。啊！使我即使系回归嘅人咧，我都觉得咧好惭愧，士官真啊！系咧，唉。我咧就冇你咧咁咩嘅，我即系冇咁爱国啦，咁讲啦吓，OK，我咧。但系我而家嚟紧讲一句说话咧，你又出唔得我账喎，你又唔可以话我汉奸嘅，就系、是、咧我成日都系呢句噶啦，就系、是、咧只怪蒋公当年剿匪不力啊，呢 个咧就一讲翻以前咯。系啊，我咧就唔系，我就唔系话爱咩国，我爱国就唔系爱党，系，我好得分得清楚嘅。我系爱国呢个中国嘅文化历史，但系咧就算系中国文化历史，都俾呢两沟友呢两个 case 啊彻底破咧。我哋讲咗咧，中国人好重要一个叫做瓜田李下之嫌，自己知自己身份。自己喺香港知道受英国嘅教育，知道乜嘢叫做三权分立，最后咧俾呢煲嘢搞黄咗。大家都知道咧，讲嘢唔能够啷礼，唔能够乱嚟，又俾阿大壮咧讲呢句说话咧，搞到大家咧全部嗰啲逻辑错晒。啊，咁啊呢个。喺我嚟讲咧，系最大恶极嘅。佢哋啊，唔系我最大恶极。呢、這个净系破坏一国两制之余，仲破坏紧全个中国文化。啊，呢、這个咧士真系官睇到啊！咧，但系咧，就你爱嘅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咧，唔系今时今日噶啦嘛。即系你谂下，自从某个政党 take over 咗中国之后，咪已经变晒冇错。样咯，系咪？根本就系最系劣咯，等嘅、最下等嘅呢个劣币驱逐良币，即系我有一次啦，教嘅早几日啦，我啊同阿祖连啦，同埋另外两个好朋友咧就打麻雀嘅，咁咧斋和家打麻雀，打，咁咧阿祖连咧初时就好得戚啦，初时一食糊食糊啦，赢咧就得戚到爆啦，跟住到后尾咧，我阿姐发力嘅时候咧，我居然令到阿祖连食咗啃啃糊嘅都要输钱啊！OK，哎系啦，呀！咁但系咧，呢个废话嚟嘅，对唔住。咁咧，但系咧，个重点系咩咧？个重点就系我一路打牌嘅时候，我都一路讲：，唉，如果当初系共产党退居台湾，跟住国民党 take over 咗中国大陆，会点咧？咁样样系啦。咁我哋就喺度讨论呢样嘢，咁得出嘅结论就梗系好好捻多啦，大佬。即系嘅，at least 咧，即系嘅，你谂下，其实我话俾你听啊，我都系爱。中國文化歷史醫藥，咔啦咔啦一路咁落嘅，我係唔愛今時今日嘅政黨啫嘛。咁但係問題係，而家你已經分唔到啦，因為兩樣嘢已經係 fully integrated 啊，即係完全呢個病毒已經侵入咗，食咗個宿主，整死埋個宿主，跟住呢，你係已經揾唔到個宿主本身原來呢係好眉好貌啦，青靚白淨，因為佢而家已經變咗好似一個。誒食咗50年毒品嘅導遊咁咯，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已經分唔到啦，而所有好嘅嘢，喂，大佬，全部俾佢破壞晒啦，係咪？正如你問我，我覺得先係香港係好嘅，本來一路都覺得。譬如啊，我有咩頭暈身係唔舒服嘅話，我又可以睇西醫，我可以睇中醫嚇。如果我搬去歐洲，which 我可以啦，但係咁我唔舒服，我想針灸，咁我揾咩人同我針灸呢？嚇？冇咯，系啦，咪咯，自己吉自己咯，困难好多啊，咪咯，冇错。咁啊，呢你啲想好，唔好话针灸啊？你想食翻个中国
好啲嘅菜咧，我睇你拍嘢都好困难。自己整啊，唔系，但系问题系，系即系我哋而家系可悲嘅就系你中意嘅，你觉得系值得推崇嘅嘢咧，包括即系我述数底啦。咁譬如话你周易又好，系咪风水命理啊、医学啊，所有嘢咧好嘅嘢，文化诗词，blah blah，呢啲全部都系 pre 共产党噶嘛？系咁啊死啦！你同埋咧，post 共而产家党有咩好嘢发生过咧？请问？系啦，仲有咧，而家咁嘅好多呢啲包二呢啲奴隶中嘅奴隶，都直情都唔讲是与非，净系讲利弊同埋佢自身嘅利弊，唔系公众大家嘅利弊喎。咁咧，埋没晒一切是与非啦！呢、這个地方咧都。嗰個前途都有限啊！同埋，我即哎系我呀，好讲句陰难公听噶啲呢個。啦，即系如果各位即系居然有港珠，唔系港珠啦，居然有蓝丝系会听呢个节目嘅话呢，我举一个例子有噶。吓，OK，就系点解今次689去叫呢个鼎鼎点样去查佢系咁大镬？因为呢，下一步就会系点呢？就系呢，大家利是哦，689个仔呢就强奸咗你个女，或者强奸咗你条女，或者强奸咗你老婆，跟住呢。因为佢阿爸是特首嘛，叫我梁特首，咁呢，呢个到时差人呢就会调查咗出嚟呢，就话我冇喎，系啊，阿梁公因为子冇佢系强根奸你个据女喎，佢嘅要求嚟到调查，咁咧就一定冇事咯，系啊，系咪系啦，咁所以你谂下咯，以后呢，唔系净系梁特首噶咯，总之任何嘅高干子弟，包括内地嗰啲。都系咁嚟样香港咯。玩啊，跟住喺蘭桂坊見到你老婆、你女朋友或者你個女，覺得好靚女、好正，跟住強姦咗佢，跟住佢就會話我係邊個？我要你寫，我冇罪。你諗下咯，就即係一定公義燒嘅你嘢一咧，疊嘅，唔好覺得咧公 UGL 5000萬唔關你事咯。義咧，呢個香港核心價值係要維持一個公義嘅社會。如果一個唔公義嘅社會咧，俾呢單嘢做咗個走甩咗咧，成為咗一個案例咧，我哋都好慘噶啦。時間差唔多啦吧，呢、系這個啊，系啊，我啊，哋而家咁精華篇，我哋系一個鐘頭。下禮拜你揾阿蕭公子或者阿楊老闆咧嚟到替我兩個禮拜喎。我去咗花地啊，堡啊，我唔要咁你，啊，你哋两个，你同埋早年啊，对我好衰，不如连我都去旅行啊！冇，你喺度，你系个趸嚟嘅，我买啲葡挞翻嚟俾你食啦，唔好啊，唔要啊，会肥啊，啊，冇啊，系啊，系啊，系啊。我买葡挞唔系俾你食，俾你睇啦。唔好啊！次姑，你帮我买牛油啊！我帮我你我有啲咩想买，我话俾你听。你8月翻嚟嘅时候帮我买。系，好啊，好啊，OK，OK，你俾个。好啊，多俾谢，个拜清拜。单你，拜拜。